丰沛的补给。田中就是补给摊派，这里有能量饮、立台吧，各式水果，上坡的终点就是丰台。安尼就对啦，秘鲁秘鲁啦，马拉松啦。嘉荣，是过瘾吗？加油！这是我跑过最痛苦的全马之一，完最后的补给，准备再试着努力一下，加油！